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告诉了你们这些事，只是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人将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而且时候将到，凡殺你们的人都会以为是在事奉神，他们对你们这样做，因为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我。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，是叫事情发生时，可以想起我曾告诉过你们，我以前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。人愿